哇塞！我早今天想了很久的，就帝王蟹配螺蛳粉。小弟，小粉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我分析大哥先吃。哇，这个粉，看上去巨爽。吃了是吧？太好吃了！新兴的时代是需要简单的烹饪。咸甜的感觉特别好吃。你们猜帝王蟹是有几条腿？一会儿我们后面揭晓答案，来点文秘制小辣酱。